按照立位记里面神的吩咐，以色列人每年要守七个节期，纪念神的救恩和供应。这七个节期是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其中五旬节又被称为收割节。以色列人会用收成的初熟小麦做成两个有酵的饼，带到会幕前作为感恩祭献上，表示将丰收所得先归给神。犹太的传统庆祝五旬节的一个重要节目就是聚在一起诵读路德记。路德记不但受到以色列人的重视，我相信无论任何人读了这卷书的故事都会被感动。虽然整卷书中间没有一个爱字，但是路德记让我们看到老寡妇拿俄米如何爱她的媳妇们，路德如何爱她的婆婆，和波阿斯如何爱他的近亲。这显示出神的爱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间或是家庭里头体验得到的。另外，全本圣经中间只有两卷书是用妇女的名字来命名的，就是路德记和以斯帖记。我们知道以斯帖是犹太人，但是路德是外邦女子。路德记之所以能够被纳入圣经，是有更深层的意义和重要性的。路德象征那些离弃偶像、信主的外邦人，透过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得以认识真神，就跟神的选民同得救恩、同蒙福泽。其中记载波阿斯买赎路德，又借着波阿斯和路德的结合，使我们体会到神把他的选民以色列和外邦人都包括在他救赎人类的计划里面了。所以有人认为在旧约圣经里头讲述救赎这个真理没有比得过路德记的。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们回到这个纪念主耶稣诞生的地方来回想一下，这个宝贵的救赎计划当时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隐藏的，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说却是明显的，令人惊讶，令人震撼。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代赎了罪的债，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也已经亲身体验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亲爱的朋友，神也为您预备了救恩，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请选择接受耶稣吧。神会赐给您一个新的生命，就是那永恒的生命，千万不要错过。播种国际事工邀请您与我们携手前行，是撒种的有种，是要吃的有粮。了解更多详情，请洽播种国际事工。